要炖是吧？叔阿姨们，那个没有拍到的，咱们打个没拍到的，在公屏扣个一，好吧？这个就这么炖吗？还是？对，就这样炖熟了就可以了。嗯。踢出来是吧？没有拍到的扣个一，我把库存踢出来。没拍到的扣一，我把库存给踢出来。叔阿姨们，没有拍到的扣一啊，我把库存给踢出来，因为有的可能占库存了，他没有付不了款，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懂。金子，那我就盖个盖子呀。他说不用盖吧。就这样。主要是我那个盖子还没来得及洗。嗯，那这么叔阿姨们，我清库存啊，我清下库存，好不好？来，金子倒数五个数。5, 4, 3, 2, 1。下方购物袋啊，已经清了库存了，你们自己去拍哦。可以洗哦，他这个。你这个怎么还有那个什么先享后付呀？信用好的人他是可以这样的哦。他买过东西比较有讲信用，所以他就可以先用后付。对，想要一单的拍一单，想要两单的拍两单啊。能拍就能发。能拍就能发哟。能拍就能发。应该还炖一会儿就可以吃了吧？对，马上可以。嗯。那这个鸡不老的。越看镜子越漂亮。哦，信微信分是吧？不是特别懂。哦、我以为是信用好的人，所以说才可以。拍了是吧？拍了的回来打个已拍。嗯。对。拍了的回来打个已拍加急。今天拍都明天给你们打包发货。对。等一下，富哥你们带下去吧，我明天再来去发货。哎哎、我把你带下去是吧？嗯。要。到城里面去，我把你带下去，可以，没问题。明天，然后我再来找你，然后我去。还有最后三单，叔叔阿姨们，没有付款的，抓紧时间付款哦。对，自动付款的，拍了两单，好的，今天拍，明天发啊。而且在金子这儿买东西，不管你们买什么啊，支持七天无理由哦。对吧？不好不满意，你们都可以给我退回来。对。但是黑枸杞知道吗？黑枸杞它是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花青素含量比我们吃蓝莓、吃三圣都还要好的好的多的多。因为它花青素含量是他们的。还有最后两单。是几十倍，知道吧，叔叔阿姨吗？对。嗯。要秒赔秒付。秒赔秒付哦。黑枸杞男男女女都可以喝，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出去拿给他们看。对。嗯。因为不管请大家吃的，还是要给大家讲明白，然后对吧？咱们买这个东西，买的物有所值嘛，对吧？在别人，因为它枸杞的它果子的大小都不一样，这些果子大小你们可以地址可以改吗？可以改，联系客服。对，可以改的。对。手机没电了吗？对，给大家看一下，能一起发吗？一起发。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吧，我也不懂。刷一们，对，还有最后一单。对，还有最后一单，秒拍秒付，叔叔。秒拍秒付啊！谢谢大家。对，9.9的枸杞，你们可以喝你到时候一两个月。你到时候你跟你爸爸说，你说我卖了，我帮忙，我帮忙卖了，好吧？行不行？可以，我现在给他说一下。你现在给他说吗？万一他一下。不说不能卖走了。不是卖，等一下他卖给别人怎么办？那你先问一下。我要不要打电话确认一下？可以喝。我要不要打电话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嘛。不对，万一那个什么，对不对？对。我去打电话问一下啊。那我等你嘛，叔叔阿姨们，我挣点表现好不好？咱这个行不行？已拍是吧？没有拍的抓紧时间去拍啊！没有拍的抓紧时间去拍。喂，哎，姐，咋不了？宝宝喝醉了。啊？什么情况？咋了？喝醉了。哦，哎，已经睡了吗？好吗？嗯。
啊，也对，也对，哈哈。还有什么？嗯，好，怎么啦？我怕他喝醉了。喝醉了？嗯，他喝醉了，是那个，就是我，嗯，他在我小叔家里面，就在这后面。小叔家里面就在最后边是吧？对，就上次你叫我去吃盐的那个地方是吧？对对，在我小叔家里面、已经没有了，还有三个没付款，叔阿姨们抓紧时间付款哟。嗯、没关系，反正这儿已经那什么了，已经。没事，我爸他有人要他，肯定他有人要他，不可能说他明天拿到街上去卖呀。我一会儿我就带走，明天你来。对呀、啊，他肯定是没有人，嗯、他已经肯定没有卖掉呀。因为他说了，他明天赶场的时候去拿去。叔叔阿姨们都抢到了吧？都抢到了的，在公屏扣个一。不是，没有抢到的在公屏扣个一，抢到了的在公屏扣个二。拍了两单，谢谢啊，谢谢您的相信。就是抢到了是吧？抢到了的扣个二，没抢到的扣个一。WJ 王婆，您没抢到吗？我刚看见还有三个没有付款，嗯，一定要抓紧时间付款哈，叔叔阿姨。那一天那个付哥，就那天，嗯，我不是就是在果园有一个人逼核桃来卖给我嘛，嗯，然后就是，只是什么东西，可以吃饭了，还没熟。这么，我最后清一次库存，因为还有三个没付款，我清出来。嗯，到了自动支付的啊，来，准备好手速，5、4、3、2、1。嗯，下方购物袋清了，还有最后三单，还有最后三单，叔叔阿姨们没有付款，没有拍的赶紧去拍，没有去拍的赶紧去拍。这个是黑枸杞，高山高海拔的黑枸杞，它是对我们的眼睛有好处，保护好我们心灵的窗户，心灵的窗户就是这个眼睛，知道吧，叔叔阿姨？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黑枸杞呢，它它还有就是我们人到中年不得已酿了，你去开灯去了，开心开心，用完了吗？黑枸杞呀、啊、黑枸杞，它是枸杞，它是有什么用的，你们可以上网查，知道吗？嗯，黑枸杞呢，它的花青素含量肯定高山高海拔的花青素含量肯定因为它生长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极其恶劣的地方、嗯嗯嗯、相当于是比较顽强的，知道吗？小富露个脸呀，小富跟金枝结婚的时候给大家露脸。哎，我告诉你啊，小助理，你不要给我妈瞎说啊！我能9.9是一两啊！我从生了孩子以后，我一直在喝这个。没有了。这个枸杞吗？嗯，因为黑枸杞它对我们女人非常好。对。已经没有了。就女孩子就是比较没了，还是比较都想漂漂亮亮的，没有了亮亮的，那肯定、啊、就想要自己年纪轻轻的，就那种。赶紧结婚哦、嗯、赶紧结婚啊，还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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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着我都一直都不嫁人，你不嫁人我怎么办呢？你也不娶啊。那我妈来，我拿个手机，不真实吗？我到时候给大家露嘛，我前面露的时候你们又没在。哎呀，叔阿姨们会给大家露脸的，好吧？我刚刚他们来的时候，我刚刚给你们看，你们都没看见吗？就刚刚直播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上来的时候，然后我们藏在那里的，你们都没有看到吗？叔叔阿姨都没有看到吗？刚刚你们没有看到吗？叔叔阿姨们，啊，你们没有看到吗？你现在有多少赞了呀？现在8.多万的赞。哇，这么多赞啊。对，没看到呀。哇，很远。小富，你给你一个联系的，那个您给金子发个消息吧，好不好？嗯，您给金子发个消息。你们可以点击我的头像，然后点击头像以后，他这里关注了，他这里有个客服。对。对，有个客服，你们可以发消息的。
他不露脸，金枝别理他了。金枝看得见我呀。我可以看得到的呀，我可以看到富哥呀。富哥又不是在手机里面，他在我前面，他在金枝的家乡，在马鞭彝族自治县，知道吧？金腾离得太远了，看不清楚，这样吗？看我看不清楚吗？看我看不清楚吗？两单已支付，到手三。等我接个电话。嗯，好。喂，富哥去接电话了，叔叔阿姨，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点点，你们都吃饭了吗？这个点，有没有饿呀？那个蓉姐姐，没呢。没饿吗？对。你们一般就吃饭吃的应该比较早吧？比较晚，比较晚。我们一般都是六七点下班，然后还回家，一般吃饭都要八。六七点下班。对，然后回家，我们公司。那富哥说，他说让我去公司上班，他说是早上九点，晚上五点。他说早九晚，因为我们的岗位不一样。因为我就每个人岗位不一样，就是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都不一样。事情比较多。哦。我们公司还有就是有一些他们的岗位就是上午在公司，下午都没在公司。哦。这样的呀。叹容气啊，叹那么大一口气。我妈给我打电话。阿姨给你打电话了。嗯。怎么了？嗯？一边看你们直播一边吃饭，没事儿。他怎么了？阿姨说什么吗？没有，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哦。嗯。所以你上次下来不是阿姨同意了的吗？同意了呀，但是我下来很久了呀，也还没回去。多少天？五天。五六天了吧？嗯。待会儿抽个时间回去。嗯。哇，那儿有松鼠哎，叔叔阿姨，松鼠吓到了，真的，那里看到没？看到没？有没有看到松鼠？那天你们不是说要看松鼠吗？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哇，哇塞，在竹子里面去了。对，你看到处都是小动物。看到了哈，我要跳到那下面去。啊，跳到下面去。看到了哈，小精灵下来了。金枝妈妈不在家，金枝妈妈住在她哥哥那儿了。对，她就她，你妈妈现在不是？对，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什么？还就是关于妈妈的。我先问一下叔叔阿姨们听不听？叔叔阿姨们，你们想不想听？想听的打个响。我是给你，有好多叔叔阿姨都一直都在担心，都一直都在就是在关心金枝，然后和我金枝的妈妈。然后我妈妈现在可以下地走路了。嗯，可以可以走了哈。对，还可以走路了。那行。之前她是不能走路。这个是好事，这个是好事。嗯。然后她说：“你有时间的话就去。”就是去那边，他说他现在也可以做饭，因为那边不用烧柴火，知道吗？他可以有一个电磁炉，他说可以那种电磁炉给你做饭吃。真的吗？意思我可以去看他了。对，可以。那叔叔阿姨们，你们支不支持小富去看金枝的妈妈呀？支持的咱们打个支持，好不好？那行，这个好事儿，开心，这个好，大家都替你开心，挺好的。对，支持，哇，这么多人支持，哈哈，开心。好，那我们就，要不就这几天呗，就这几天。到时候你不是说你这两天要去买猪吗？明天晚上嘛。明天晚上。真的吗？对呀，明天晚上去嘛。明天晚上，然后就家里面就多喊几个亲戚，然后杀一头猪吃呗。多喊几个亲戚，然后杀一头猪。可以啊。好呀，你让把那个蓉姐姐也带上吗？可以啊，叔叔阿姨们行不行？行的，咱们扣个一好不好？那我带点什么东西去看你妈妈呢？带点营养品吧，营养品。嗯？营养品。不抽烟啊，我妈妈。我妈不抽烟。我说带营养品。因为你说带烟呢。不带烟，不带烟。不用买，其实我妈妈现在她。你本来就给他买过很多东西了，不用买。不用，这怎么什么不用呀？哎，那个明天去买点东西，明天晚上去金枝家，金枝哥哥那儿去看他妈妈。好，
因为他前面前段时间生病了，就买点营养品吧。嗯，可以。嗯，记住啊。没事，不用买，你到时候一起去吧。反正来这边你又没有认识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叔叔阿姨们？他在这边又没有认识的人，他就是富哥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对不对？我车里边好像还有那个虫草，待会儿给对，待会儿给拿点虫草。那个太贵了，不贵，别人送的，太贵了，别人送的。来，叔叔阿姨们，那个，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好不好？可以吧？把我哥哥叫在家里面，那我哥哥肯定在呀，我哥哥肯定在。嗯，因为家里面如果要杀猪，我哥哥那个鸡好了没？好了，差不多了，应该好了吧？应该差不多了。你刚看了一下吗？你会做饭不？因为有小孩，你说会不会做饭？他给我说。